牛。我刚睡醒啊，大家早。哦，睡了好久。我出什么题目？什么什么题目？你是说限制吗？我是限制说不能按 W， 也不能前进，只能按 ASD， 就只能螃蟹走路啊，或者是只能用屁股走路这样子。这就还好了啦。如果他们巧克力下一集是要做那个，整理小麦田啊，整理什么挖矿，应该就还 OK。如果用这个限制去打深海守卫，神经病、好累哦，我的天啊 ！PC 哦，我 是都要打这个啊。等一下，我肩膀好痛。刚伸懒腰，伸太伸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跑厕所。属性。PC 魔物完成。我放这边好像也会挡到什么啊，管他的，啊放这边好了。对啊，那个至少简单一点啊。因为其实他现在应该下一集应该会去赚经验，想办法都把那些钻石装备搞起来跟附魔啊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集他会找谁啊，啊就想说出简单一点。不然我还有更夸张的欸，我说本来想要出不能跑，只能用跳的走路，要多白痴吗？不管怎样都只能用跳的走路。你还记得温柔是吧？没有啊，你如果来打安安的话，我搞不好也会讲 WENO 啊，安安这样子啊。如果你说你叫谁，我就有印象了啊。温柔安安，然后蚊子安安，蚊子那个你要入赖群的话，再等一下下，因为我在跟我的管理员讨论说要用什么方式让那个 FB 订阅的人入。不然我其实可以直接拉你啊，可是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，就是像 YT 有 YT 的那个验证方法啊， Twitch 有 Twitch 的验证方法啊，就 FB 我们在找有什么就是方法这样子啊。可是就是因为你用 FB 用本名还是用那个你的账号支持我，我至少有印象，想说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直接拉了。我很难过因为这些。我也以为我可以到很后面，可是我是真的忘记深海守卫这么痛。我想说攻略过，然后只要躲在墙后面，然后吃个肉，吃个东西，回个血就 OK 了。结果忘记是今天是吃腐肉，然后我的头盔也没附魔，至少深海，至少水下呼吸一定要有。啊，这就整个是忘记了，不然我被深海守卫怕到那三下顶多扣九格血啊！我躲在那个什么建筑物里面，只要绕着那个门走就好了。然后看到留言还说我是故意的，我想说哇靠，谁会想故意啊？超多人喜欢看这系列的、欸。然、啊、后现在在吃饭呢、啊。好，那抱歉呐、啊，就是蚊子啊，然后有来支持我的，我先讲声抱歉，我还在努力用。啊，从头开始打安安。云奇安安，萧远安安，朱少平安安，蔡依蕾安安，乔治安安，彩英安安，郑安安安，张正安安安，绿茶牛奶安安，我记得了，然后欧阳梦梦安安，温柔安安，温子安过了，玄美安安，还有谁？空宇安安。杰超安安，黑月安安，哦，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看一个字转换成另外一个字了，哇，我真棒！
我今天吃的菜是，好啊，HTT 总还没出现，HTT 是不是也睡死了？啊，昨天关台后就是弄了很多东西，那就也陪 HTT 烈龙烈到快3点，然后去躺了，就然后弄完就去躺，然后躺到3点零，好像就是3点去睡，3点05分就起床。哎，应该吧？我昨天有在我的个人专业 po 文。然后我昨天在努力调，说我的，因为昨天一下雨之后，我就动到我的耳机的音量大小，然后就感觉有动到很多东西，有点难过。高洪江，你体感剩下4度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冰箱里面哦，还是你在开冷气？还是你不在台湾？我等下吃完饭还要，我还在吃饭哦，所以我才会窝在这边点餐。哦，对耶，我都没用锅烧，看一下哦，那锅烧我真的不知道用它小哎。长火龙尾巴这么多，火龙，残抓，残抓好了。啊，不然转这个好了，我们去转票。
不是，我很好奇，怎么很多人会跑进来问 PC 还是 P4？ PS4 有办法用到左右键的图案吗？就是我现在萤幕左下角那个左键的图案，或是你选道具选什么会有 E 跟 Q 的选项，会有吗？没有，我问问而已，没有针对或不礼貌的意思，我只是好奇，因为我最近去看别人的台，有些人是三角形、圈圈、正方形，那个问是 P4 或 PC 就算了。啊，人家台主明明就图案是左右键的啊，然后选择道具都是 Q 跟 E 啊，还有人是问说，请问是 P4 吗？我就 What the fuck？ 所以其实 PS4 是可以用滑鼠玩的、喔。没有，我只是好奇问问啊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是台主是女生啊，那个女生就是进度就好像准备要打那个力战那个施套龙了，就是推主线要打施套龙啊，那个男生可能想好心帮那个女生，就问说请问是 P4 吗？然后女生就回 PC， 那男生说哦，怎么不玩 P4？ 然后女生就说我因为我没有 PS4 啊。然后我以为男生会说、哦、我买给你呀、啊，我以为会回这个，然后他就回哦点点点。没有啊，因为好像后面可以改，就是如果你用手把的话 ，PC 用手把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改要什么图 ，PS4 的啊，或是 X8 的图这样子。史蒂夫安安。哎、欸，那个布莱恩真的再也没来过了、欸，哎，我好想念他、喔。狩猎敌对战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开始要回归我的本业了，回归我的初衷。当时用狩猎敌拓荒的那个我，真不愧是那个我，当时选狩猎敌是选对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回不去了、欸，哎，吹个全属性。状态异常，那个无效，不会被晕，不会被堵，不会被麻，然后也不会中瘴气哦，好好用哦。想说那天被炫耀闪到怎么没有事，我想说干了，完蛋了，要晕了。对啊，我是main锤子的，所以我现在拿狩猎底跟拿锤子 OK 的。可是还会习惯想用跳跳锤，看到那个断崖就想拿笛子用跳跳锤，好变成白痴一样。哎、欸，最后一格你这样有意义吗，老爹？那个剩最后一格，由安安安安，你们知道玩？聊天聊到忘记吃饭啊！你看你们，我等一下下去拿药吃了啊。啊！怎么左边那个老头不动了、啊？给我在那边喝汤喝水，锤子伤害真的超恶。我目前配装配下来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可能是我不太会配吧，因为我还是都是装耳塞那些偏偏保命的那种，习惯耳塞了，所以没办法没有耳塞。我以前打灭金龙有不装耳塞的啦。而那时候才有办法在世界的时候打、啊、打力战面积龙，打两那个打一分多钟。
真的要饵，我觉得大件散弹也比较饵啊。那天那个 HT 砍下去就1000多伤害，还有大锤借一套 combo 一下11下吧，才打到快1100，他打一下就1900。我就在被窝的路上睡死了。你要出现了吗？哇 ，HTT 生气了。我们约好在水池旁边，结果我睡死了。等下一个版本吧，因为这个版本的片手剑不是还没改强吗？下一个版本才会强，不是吗？我听说的啦。但是现在片手剑打一套的伤害，全部接到的伤害，我觉得还算普通。我记得就是。百爆吗？我记得我当时是配到 95% 彗星，忘了。然后就是看破7嘛，把达人7，然后就是弱点特效3啊，那些超彗星3啊，然后也是撑到百爆吧。我当时都在打灭镜龙赚钱，留了一大堆灭镜龙，可是现在应该要删掉了，留着也没有用了。谢小修安，等这个再中奖，我就去楼下拿药，然后顺便喝我的蛤蜊汤，快凉掉了。热的东西在我家楼上，放10分钟就凉掉了，我的天哪！蛤蜊好大颗哦！对，我忘记你昵称了，请再告诉我一次。我昨天只记得三个人，蚊子、问楼跟海豚，我忘了，抱歉，再提醒我一次。那个啦，那个维他命，要吃维他命，刘子杰安安。鱼鱼，我怎么不记得你叫鱼鱼啊？天哪！啊，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了。啊，难怪我连不起来。你的名字跟鱼没关系。好好好好，我看一下你的头像，尽量记哈。谢谢小熊啊，你的头像是马头，我怎么会记得是鱼啊？好啦，再给我几次机会。再给我几次机会，给我机会，
我在努力记了，现在老人家的记忆力真的不好啊！我站了一下，我去拿那个，我去拿药。你也知道你要来挂台哦，艾琳。抱歉，我回来了。我干，好冷哦。
我人死了，我想想哦，还有谁打字？之前都在玩游戏懒得切画面吼啊，没关系啦。我想说，至少礼拜一你们也要出现吧，因为礼拜一玩的是1:15的生存，所以你们至少出现教我怎么用啊。因为这个字昵称用很久了哦，贝蒂安安，好啦，我尽量记吼鱼，然后头像的关系所以记不记得。对啊，完全没有一个可以连接的，因为之前有一个叫我有一个昨天的支持者，他就是说他叫做海豚，然后跟他的 ID 完全不相符，可是至少他的头像是有一只海豚娃娃吧，一个图啦。啊，你刚刚是要跑去记录那边留言的？我不知道，静安安，为什么 FB 会跳去记录那边呢？昨天开冷气睡觉，哎，真的，昨天热死了。我昨天是把窗户整个打开，然后就狂吹电风扇，然后今天就刮咖啡系。我以为今天也会跟昨天一样热，所以我才想说答应 HTT 在那个中午左右我们在水池下集合，然后继续猎龙。我本来下也会开下舞台啊，我哪知道一睡睡到5:30。我是快7点才去睡觉的。那还有谁？贝蒂说今天变冷了，叫着要保暖。哦，我打暖气打开了，会不会热到蒸发？不会啦，都已经，我家已经40度，已经好几年了，有10年了吧。你哪来体感3度？你到底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奇怪，明明都在淡水，而且我相信我家一定比你冷啊！你又不是住铁皮屋，风总从这边灌进来，等一下，风灌进来呀、啊！对啊，重点是湿冷啊！哇，哦，有时候真的是用手去拉一个缝缝的东西，真的会脱臼哎，好痛！等下我拉到了，刚刚走回家狂抖啊！我知道有寒流啊，我真的要怎么讲？我真的是怕冷，可是真的要选的话，我又觉得冷还比热好，因为热的话，你冷至少真的可以开暖气呀、啊，多穿一点呐、啊。啊，你热的话只能开冷气呀、啊。啊，冷气对我现在这个状况来讲，没有用哈、啊。除非就是我把自己就是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小空间里面。啊，就是开那种水冷气哦，还是什么鬼东西的，让那个小空间里面变冷。可是我怕说，就是这个小空间里面那个水冷气没有用，还把自己闷死。有没有道理？过一阵子重开啊！我来了，嗨，嗨，你是要睡着了是不是？敢开一不开开到是，睡着？不是开台开到睡着，是我根本起不来。你不是有加我好友？你有看我动态吗？有啊，我看到啊，你睡很五分晚钟才就醒睡了嘞。啊。对啊，然后早上7点才睡吧。有啊，我就是看到你发我那个时间，算了一下是6、7点那附近啊。啊，然后剪两部影片。你要大啥？我已经在打了，好。看你要不要进来啊？我在刷猪。哇哦，你打他哦！一个奖励啊，打牌不打？4个啊，对啊，四个奖励我啊，想说打五牌不个打？奖励呀，更变装备。
你那边会冷吗？很冷啊，超冷今天。感谢，哦，你是海豚，就是说你感谢海豚的星星。刚才讲你属性大。Penny 安安，啊，我是发现我的被窝怎么越躺越冷，不对劲，爬起来已经五点了。哭啊！那车能撞吗？哎，超妖，你在？哦，我现在在荧幕前面吞云吐雾，吞云吐雾，啊，就有烟了。哇，有石头，捡石头，捡石头。是一样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是？你放开机啊！你直接从那出口了。好吧，我的魔位置，哎、欸，有嘞。靠 you 啊！你在耍我是不是？游戏在耍我？不对，有有有侦测到 Discord， 但是没有侦测到 Steam 啊。哪招啊！所以我手把还是不能用啊！靠！这什么东西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什么手把？不是手把问题，是 Steam 问题哦。Steam， 那你要怪G胖啊！你去写私讯给他吗？不要。同样身为胖子，可以不要这样子相煎何太急吗？台湾胖子可以不要互搞吗？对啊，哈，大家都是胖子，可以不这样互相伤害吗？我可能不是胖子，靠背啊。OK， 那可能就真的是搞错了哦。我把录影程式关掉就好了。哦，你在录影哦。你关录影干嘛啦？想偷呛我啊？是。妈的！奇怪，总觉得打这只伤害特别好打，我的错觉吗？特别高哎、欸。有吗？打都有六十多哎、欸，六十七十。对啊。我打身体也才三十哎，你有六十。六三七一，打翅膀有六三，打尾巴有六三。我翅膀才五八哎，你带水还是带冰啊？我带冰啊。哎、欸，弄得，我打。哦，我们带错。陈千志安安。我带兵啊！怎么会呀？怎么会呀？炸毛！炸毛！
哒哒哒哒哒。还是我还没有吸到红色的关系。你又不吸红？没有啊，吸到红色也是五十八，没差、啊。哦，六三六三。怎么会多我那么多、啊？我是打尾巴根部啦。我打头七七你嘞？我看一下，打头七。打头七。看一下啊、哦。哎，投过来啊，垃圾。转化后有93啦，我刚转化又达到93的状态。现在我打的是6364、欸。70。转化的呢才70。对啊。我81耶、欸。为什么你那么高？头呢？对啊，头啊。是啊。我81啊！啊，还是啊？你是切断虫吗？还是打击虫？我是打击啊！哦，我切断啊！哦，肉质的问题啦！哎呦，我有是一样的，你的那个它的翅膀是斩击啊！哎呀，没有要开大，不要乱吓人呢、啊！哒哒哒，哒哒。哎、欸，有85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头不高，对啊，要达到那个点。哦，我达到点是93，他是最敏感的那一点。那我应该要拿笛子吧？哎、欸，我昨天我又自己偷玩。就是睡觉前，就是你们都不打，骂我疯子三点还不睡的那个时候，欸、我自己我配完了攻击的敌人去打，好爽哦，很痛哎、欸，三小，你有种就不要补啊，我是没有打算补的那个敌人啊，我也不想补人了，你们死掉就算了，他从棍零件要弄什么？啊，零件全部克防御啊！有防御克防御，没防御克自己爽的。好，你要看哪个皮你喜欢就克。你要先自保才能救人。